为了节能减碳，厂商不断推出节能家电，政府嘛制定各种补助政策，鼓励民众换新型的节能家电。家电业者提醒民众，目前只有达一级节能标准的家电用品才有补助。有问题的民众，更加会当透过手机啊软体，现场翕相，马上查询标准甲商品是毋是有符合。连锁家电业者表示，一级节能家电拢伫外观有达标准的大纸。政府嘛，拢会派出稽查人员到卖场查看店家是毋是依照规定，将标准打伫咧正确商品面顶。啊，目前吼，啊，咱的政府吼，啊，是咱的这个冰箱也好，啊，咱你的冷气也好吼，拢有一个即个经济不能延期吼，拢有贴出咱的一个标章的一个显示吼，啊，咱即嘛呼吁咱的民众，若要购买咱的冷气吼，啊，是讲咱的冰箱，是咱的一个商品的顶管拢有打一个。吼，咱经济部的能源局的这个标章，吼，看是几级的，啊，上悬都会当补助2000块，吼，这是只呼吁咱所有民众要买家电的时阵会当注意。那么咱能源局嘛会当不时会当来巡视咱的一个家电有打咱的一个标章无，吼，啊，咱的民众，吼，若来买咱只一个冷气、吼冰箱、吼电家电用品，吼，咱咪当随时透过咱的 APP 的一个程式，吼，会当来查讲。啊，咱这是有补助的一个期限，吼，啊，甲正确的机型。为了方便民众伫网络查询，经济部能源局嘛开发一个手机啊软体，提供民众来翕相查询。以安卓的手机啊系统当作咧，民众会当直接到 Play 商店找备库，安装了就会当使用。佮有推播的功能，让民众知影最新的优惠政策。新竹话新闻李炳宏何必彩虹报道。